咩？谁想放羊的来我这里包吃包住。大山里空气好，风景又美，是我在大山里的生活。如你们所见，我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，早上放羊，下午收羊，平时喂点羊。你愿意来山里过这样的生活吗？每天跟着羊跑，可以锻炼身体，爬爬山。有没有人想养羊的？看看我家的羊怎么样。离我近的可以来我这里看一下我家的羊啊。我打算全部出手了，然后去浙江打工，过完年。羊就是这样子咯，不是很肥，是黑色的，一共还有80只。母羊是小耳朵的多，中耳也有几只，但是后面嫁的崽都是中耳朵多。公的大大小小有20只这样子，然后剩下的就是母的了。喜欢的可以过来看一下啊。我家现在下的羔羊就是中耳的了，就是这种。这母羊不是很大，但是下的羔羊很大个。下的羔羊还可以很大个，这都是公羊，两只脚公羊。我家的羊这段时间有好几个已经长羔了。这边年的话全部产完羔就有100多只了，你们拿回去肯定赚。这群羊也还可以，平时我也不喂怎么精料，就喂草。然后下午羊回来的话，可能就是这个时候有玉米就喂一点玉米，喂点玉米，然后到时间它会回来，就是给它养成一个好习惯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我的羊也不是很肥啊，一般般。还差一只母羊没回来，去外面找一下，可能在外面挣扎呀。果然在外面挣扎了。中午放羊的时候看的就差不多，看起来要生的，没想到就在山里面生了。这只母羊下的也是第一胎，应该就一个吧，因为头胎好多都是下一个的，也有下两个的。给它打一针消炎针。没